奇亚籽藕粉水果酪，这款是里面给你放水果的啊，平均一包328克，然后现在拍两包赠送一个玻璃杯，我手里拿这玻璃杯啊，它也是用凉水稀释的，需要第一遍用凉水稀释，第二遍用开水冲泡这种的。正常一个女生这款那个粉末状的2-3勺就够用了，就有点多，第一遍一定要用凉水给它稀释啊，2勺的藕粉放3勺的水，能简简单单给它稀释开就可以了。里面的水果特别多，给它稀释成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开始倒热水，刚烧开的沸水100度以上的一直往里倒，倒到那种直接透明了，没有白色的了，凝固那种状态就可以了啊。哎，多放点水，瞬间滴水成冰啊。藕粉这个东西就是特别养生，是一款养生的产品，所有的人群都适合吃，包括3周岁以上的儿童还有老人。我来个，这东西还特别养胃。里面有各种水果，哎呀妈！